听，我现在是磁温柔女生，我现在可以变声，你快听快听，捏捏，你们好，我是浩浩，快听我的声音，快给我一口。爱你是孤单的心事，你们是不是听到我是个女生？刚刚并没有使用声效，观众将听到你的变声效果。嗨，你们好，我是胖胖。嗨，你们好，我是浩浩。你们好啊，我是浩浩。我现在有没有变声音啊？恭喜意义子升了六级。还是不变了吧。浩浩，你倒腾倒腾肯定长大粉，我怎么倒腾倒腾？你知道有个粉丝怎么跟我说的吗？什么？我觉得你们俩最近前的视频真是一言难尽呀，毛衣配短裤，虽然表现得很冷，但是视频零几秒的明显是喊了开始，但是你们开始拍摆拍会不会太明显，而且整个都不合常理，我冷给我衣服穿我觉得挺合常理的呀，而且现在的素材那么少，两个男孩子太亲密又会被封禁，最近也没有很火的素材，我已经绞尽脑汁找 BGM 找素材找视频拍了，怎么还说呀？他应该是说我们要好好准备吧，就是对啊，我已经算了，我每天他妈没有，他说我们是拍的时候的服装啊，然后什么剪辑啊，要就准备好一点，就是我们不要随便穿一个衣服就开始拍，也是哈，但是我觉得素材真的太难找了，我每天绞尽脑汁，然后最近没有火的 BGM 让我什么什么、哦、我也不想啊，算了，以后我没钱了，我去 B 站直播打游戏，大家可以看我一边打游戏看我都已经很努力了，谢谢寄予牛岛，大家可以看我一边打游戏然后一边我知道只是建议啊，我也没有生气，没有什么看我们俩说话，只是我要体会我们挺不容易的，其实两个男孩子又不能太亲密了，我们各种嗯在一起什么，我都每天想，我都想的我都开始掉头发了，想的我脑壳疼。你们给我们的素材不是亲吻就是什么，我们怎么可能拍的亲吻呢、啊？你给我们找个编剧来啊！总是说我最近有点变好的感觉，变装最近很难，那么多帅哥美女，浩浩这外套可好看，哈，这是我的。真的，你要打扮好一点，这个外套才显得好看。我当初生病的时候，我不是不开心，我不是什么，我只是想表达我已经很努力了，没有办法，要么你们给我，你要是这么说我，你要不给我个建议，你没有建议的话，你怎么来说我呢 ？Hello， 宝宝。不会暴露地址的，我们也在等机遇啊。因为你把那个我的鼻影给我一下，还有鼻影。哎呀，还有美妆蛋，我教大家怎么画鼻影。想要理解。我教大家怎么画鼻影，我现在成为一个化妆博主了。你们学会的人可以送一个。不要找到蛋，你自己会变的。蛋在被纸包住。
你们学会的人可以一人送一个打扣啊什么的。毕竟这是易学勇易的嘛，是吧？哈哈，这电话号啊？哪的？陈志奇，你找我 PK？ 我这怎么可能？他就趁人之危，不可能跟你 PK。但被纸包住了，后面那个白色的纸包住的。没有啊，你就将就着用着吧。不行，我没有美成端是画不了冰，而且别人有那么多点子，人家都有编剧有公司，我一个小男孩子哪有那么多脑子啊？我语文虽然有100多分吧，但是我也想不出那么多点子来呀、啊，那么多限制，别的男女情侣还可以打波的，我也想打波啊。其实我今天的视频大家很难懂吗？我就是想在浩就是需要的时候我可以直接牵手然后带着他跑啊，就是这个意思，难道不好吗？不好我等下就删掉。其实我看张姐她，我连那个 Q 宝都是啊，她数据不好直接删直接隐藏。我也是，我之前是的，我不会的，但是我感觉我不想删掉是因为我以后可以看到我们俩的这种视频。其实也可以在隐藏的视频，我知道，但是我就想摆着那儿，因为我就是很多人都不啊，可能有时候我去拍视频，人家不懂那什么意思，但是我就懂得自然懂吧，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些人总是不知道跟我说，哎呀，我其实看的挺累的，我其实是绞尽脑汁了，而且我没有办法呢。没事没事，是不是还挺？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们的素材好 ，BGM 没有找对，它照样数据会不好的。很难的，就不是就是想那么容易那么容易，就我哎，你们能找到我们我也是绞尽脑汁呀、啊、哈哈哈哈。我知道不要删视频，我就是隐藏。怎么感觉你平常不是这么画的吧？我是这样画的。你有画这里吗？画这里了，我都连弯都弯过去了，因为这样我平常都没有看到你画这里。对，短短几秒，我跟你说，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哦，你们别看它简单，我拍了至少20遍。我们在冷风吹，我们穿的短裤，没有办法吗？不要说捏捏，不要说捏捏，别说捏捏，别说捏捏，委屈死了，委屈死了。学会了吗？大家胸盘这不是 make up forever。 谢谢观众送的中国的猫捏捏，你们把捏捏，你把这个光调小一点点，这刚才最小。那我删掉今天的视频咯。别删掉，你删掉搞了我也想删掉。我明天删掉吧，我明天看他没有30000我就删掉。我今天下播之前看他没有10000我就把他删掉。我今天下播之前没有看到他有10000我就把他删掉。我需要静静，我去找素材了，免得大家说我不认真。哎呀，我要哭出来了。我才要哭出来了。嘿、hey, ，大家好，我是阿布鲁基比亚。你起码有万帮你支撑，我还是个素材发给谁？发给甜豆。你可以直接艾特我，我很爱看艾特。不要拍跟踪铃了，可以吗？你们他不拍跟踪铃，更没人点赞。变装必火，你们难道没有看到我们以前变过多少次装吗？哪有那么多素材？对呀、啊，我每天都要你看很多视频都是你们发现很多我们俩火的视频都是我自己的原创，我每天也是绞尽脑汁，我都能当自己的编剧了。而且你们知不知道，我拍的那个跟踪脸虽然没有捏捏那种那么甜，
但是也还是会被另外的男男青女给抄过去，而且他没关注过。对啊，就是他们抄袭我们的，也不艾特我们。就我们每次想素材都很难的。你看，像那种伞把我勾回来这种，我真的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能想到这么多点子的。可是我现在已经江南才尽了，各位。我想到的，我知道用伞是我想的，勾是你想的吗？对，看见了，没错，他们就抄我，抄我，抄。你知道我其实也很难的，我们还要背词，尤其是捏捏，他对他背那个词背的超难。你走开。我那个词啊，我一般就是背两遍。没有，我不是觉得我们很难，我只是想被理解了。就我，浩为什么一脸委屈？他就长了一个委屈脸。就是捏捏他，捏他每次背词都很难，然后他还，然后他还要，没有了，没有了，没有跟你说对嘴型，你没有对好，整个视频都很干枯、很毛糙的，你们可以自己试一试。然后我们还要分。分那个谁说谁说这个，主要是我主要是我这我的视频啊，我的视频都要拍好多遍，每次因为现在天又冷了嘛，你知道昨天唐凯帮我们拍，他还感冒了，拍我看其他亲戚那种日常很火，但是那种日常也是硬卖出来的，我实话跟你们说吧，我不怕。就是打扰你，就是戳你们的心，他们那种日常都是卖出来的，就是硬演出来的，硬演的很甜。怎么对，我跟你讲都是硬演的。哦，有人有个粉丝私信我，让我大概可以试试创意定格照。你们知道我那一天为什么很晚发视频吗？就是因为我们去玩那个定格照很好玩，但是又没有拍好定格照，我们将近拍了一个小时，就是脸很歪，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关注了一对，他们抄你的视频一模一样，我的天，真的取关了。没有啦，真的是抖音互抄创意很正常啦。日常真的是演出来的，我跟你讲 vlog 你都要拍十几遍一个一个素材，嗨你们好，哎不行，嗨你们好都要拍十几遍，更何况日常都要卖那种甜，日常更是要演出来。你拍 vlog 你都要一个镜头拍个十几遍，然后你卖那种很甜的日常，对吧？我不说了，我也没有针对谁，我只是说那个其实也很。我不说了，对，我是说大家都很难，其实还真的瑶瑶说想我们了，真的有很多营销号，就很多营销号的，大家都知道他是营销号，就是爱看嘛。我也很爱看啊，我每天看那些营销号哈哈大笑，我可喜欢那些面基的营销号。其实大家都是在演嘛，就是哦，还有就是我就是因为我玩抖音玩的比较早，有几个公司过嘛，你们看到的很多营销号看看也是网红，他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不露脸的，就是我认识的，就是他其实是个 gay， 但是他的营销号是有女朋友，这种很多啦，就很正常嘛，就大家为了生活不容易嘛，就互相理解吧。其实我跟浩浩他也是，没有，但是大家能看出来我们拍的段子是真实演的出来的，就是你们知道我们是演出来的，就是我们演给你们看，但是你们也知道这是演的，但是我们就尽量还是不要拍一种你们认为是真的，但是其实也是演的那种。没有，主要是拍的人好看就好啦。就我们不希望大家认为，哇，你们原来这么甜，你们日常也这么甜，但是其实是演。我们没有演啊。我们直播就是很真实的，就是我们拍段子，拍段子对嘴型啊，然后拍那种情景剧啊。你们能看出来我们是
就是跟着策划然后拍、嗯、对，就是像演电视剧，就是你看平常生活里虽然会有这种情节，就是创意来源于生活嘛，就是大概我们生活干嘛了干嘛了，我就会记下来然后当做一个素材拍给你们看，像这种，对，我们不想大家就是所谓的视频创作者，我们不想大家认为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职业嘛，我可以拍一期读评论，咋你们都是艾特我怎么读艾特巴拉巴拉巴拉艾特巴拉巴拉巴拉，我们读评论都是啊太喜欢你和浩浩了，太甜了、哎、太甜了，我太帅了，你们微博叫什么天啊，我们好真实，虽然我们就是很别说了别说了，就是我们不希望，就是大家希望我们看到的是那种，就是希望，就是那种，嗯，就是嗯，懂了，嗯，没错，就是这样子。反正大家都是玩抖音的嘛，都希望大家看到你们喜欢的那一面。我们就会把你们喜欢那一面给放到网上，美好的幻想铺满。他们也有甜的呀，没有。虽然大家都在抖音上面都是表演给大家看的，但是真实其实私底下也会很甜呀。就不要认为他们私底下没有这么甜，有可能也有这么甜，但是也没有表现出来了，所以大家就不要误解我的意思。那个问答都是 B 站出视频的，恭喜严严嵩升到十级。问答都是那种B 站的那种视频。哇，原来现在才0点钟。我们就是捏捏，我们也知道，我们还是得，就是，不是，我们得维持，就是跟着大众拍呗，大众拍什么段子，我们就拍什么段子呗。嗯。恭喜卓九升了九级，恭喜啊抱抱爱吃鱼升了六级，恭喜比奇宝的派大星升到六级。老公这里好冷，这里被门吹着，你把关了呀。我们把空调调成热的了吗？好的，可是我不知道遥控器在哪。我关要冷气。你放屁了，我听到了，这是我沙发蹭的声音，你才放屁了！我放屁的声音这么大，我在放鞭炮。其实有想去 B 站了，但是我们去 B 站，我其实是想打游戏去 B 站直播，因为抖音不能直播。爸爸打游戏这么菜还打游戏？我打王者荣耀。什么意思？我打王者荣耀不行。我相信喜欢我们的人都是喜欢打王者荣耀的人，喜欢打英雄联盟的人肯定不喜欢我们。谢谢柚子送的真的爱你，柚子的头像真的很考古了。不玩挑战，不玩挑战也是演的。不玩挑战，不玩挑战的我那个脸啊肿的哟。对，不玩挑战我们也不想拍，因为很多其实视频早就看过了，然后还要，哇，对，懂吧？这很多不安条件都是演出来的。我上回跟捏捏拍，然后我们早就看过的那个视频，我们两个，哇。
对，其实很奇怪的。哦，很多人的不安挑战全我的朋友他妈全找的是熟人，他们的反应我看了都尴尬。就其实所有人都认识，而且还肉啊！你哇什么？你他妈自己都认识，你哇哇哇！对，而且装作不，哇，这个男的也太帅了吧！可以演原单片段吗？我们没有那种演技，我们演技会被郭老师发 S 卡。大冒险，这西瓜我去 PK 了，再不 PK 我今天又没收入了。我这个关注跟粉丝有点不一样，明天去宜家。Hello，我们怎么玩啊？那个，我这个是 PK 输了才穿这么多。那个输了的话，那个我要是赢了的话，那个你就穿个羽绒服吧。好，那你输了，你再穿一个吧。我已经输了两圈，已经穿了两圈了。好的，你穿的也这么暖和的吗？你是在哪呀？我是在那个，那个东北现在比较，现在 Libra 送的花圈，这么厉害的吗？现在 Libra 送的花圈，现在明年送的小星星，现在小世界送的情况。那我们先闭麦吧。对呀，好，可以。他为什么是电音啊？我手机也有问题，我手机时不时就电影。现在煎饼送的 POP 相机，请叫我捏督察。捏督察你好，你是东厂的吗？我是西厂的，东厂的做不了的事情，我们西厂来做。不是，东厂干不了的事儿，东厂干得了的事儿，我们东厂管不了的，我们西厂也要管。我们东厂管不了的，我们西东厂管不了的，我们西厂更要。叫我捏督察。对面上过恋爱节目，我只看过那个娜扎的那个《喜欢你我也是》。哇哦！不是花圈，是花桃，我就叫它花圈。我只求他，谢谢幼稚送的桃花树，谢谢罐装送的做我的猫，谢谢今天早睡了吗？谢谢幼稚。大家冲冲，现在又得哄你了。对面是美国程序员啊，大家看好臭啊，这个空调开热气。大家知道现在最大的出路是什么吗？直播，现在程序员都来直播。我学的专业就是程序员，哦，就是 computer， 你知道吗？ computer program。 我认识了一个很高学位的一个人，他也在直播。我说你每天你这么高的学位，你怎么就能来直播呢？女流还不是在直播？嗯，女流北大毕业，清华博士，逗晕。大家知道现在主要就是大家现在知道大家努力学习是为了什么了吧？直播。那冲一冲，谢谢呆桃大哥，呆桃大哥。努力学习为了直播。对，我也在上大学，我休学了一年，我要。在这一年里面好好奋斗，好好给捏捏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谢谢 Libra 的请我。头发掉到我爸爸那个样子。我头发很多的，我头发。我爸爸那个样子。我头发发际线很好的，你看。老公，我这把游戏现在还没开。好臭啊！这个空调，我天。你把脚塞进去了吗？我怀疑是。请叫我捏督察。年度茶，谢谢幼稚。我毕业了吗？你看我长得像毕业的那个脸吗？哇，谢谢幼稚。他们在哈哈哈哈什么？哈哈，就是。我看他们弹幕哈哈哈哈哈，我不知道他们在哈什么。谢谢幼稚。游击呀，游击。
我在哪个大学上学？我在那个美国华盛顿学院。谢谢呆桃。我在美国华盛顿学院，因为我疫情嘛，我回不了美国读书嘛，我是留学生嘛，然后我现在只能在就是国内待着。谢谢呆桃送的牛逼牛皮。还有30秒，大家冲一冲，守一守。还有30秒钟，大家守一守。因为对面是美国程序员，那他那里好像是白天的，你看。我也是程序员。我是撸啊撸。祖安分区。我是祖安钢琴师。我的英语好吗？我的英语 is very good。谢七七送的比心。大家都叫我。谢柚子送的，真的爱你。谢谢柚子，谢谢煎饼。主要的节目是敲键盘。那小二没有破百，我就没办法，我先走了。拜拜。拜。谁说没破百就不能罚了？对啊，这规矩谁定的？我在他面前我就好，然后一挂。谁说没破百就不能罚了？啦啦笑得开怀，哭得坦率。他们好贱，他们烟灰都弹到我们这个糖盒里。我发现我没买装备出门。没事，你打完，你硬打一级团，然后再回城。我已经开始打团了，打单在线了。谢谢芊芊。好，晚安，睡觉了，晚安。因为都在硅谷，其实我在中国了，我们在一起多久了？我们在一起马上就快一年了。说快不快，说短不短。哦，快和短好像不是一个，快和短好像是个贬义词啊。弹幕挡住脸了。哦，现在直播人数1111。又有人说我要把他给踢出去。像巴拉巴拉送舔狗。晚安。我电脑总是闪退，玩不了了。哒哒哒哒哒你当初是怎么跟你爸妈说你喜欢捏捏？我跟我妈妈说了，我爸爸不知道。我妈妈知道，我爸爸不知道。我妈妈可喜欢捏捏了，她说捏捏是个小可爱。哦，再去刷题去了。
那陈志新怎么也这么惨？我选郭老师吗？我，略有就是，谈不上喜欢吧，就是，这个挂我，就跟大家一样，就是模仿。你就敢挂我？谁挂你？你说啥？我们说怎么玩？不是你刚才说什么？我说恭喜一个人升到六级，哇！谢谢小世界送的 PK。什么你居然敢挂我？你竟然敢挂我？我什么时候挂你了？你刚刚，谢谢 Libra 送的亲吻。我什么时候挂你了？我刚刚主动连你，好不好？谢谢 Poppy 升到九，我当时没有人，我不能打。虽然现在也没有人，所以你就恶人先告状，说我挂你。谢谢是陈二送的地图钻戒。我刚连你两次，第二次你才接，是吗？哦，我刚刚在跟猫哔哩哔哩，你秒应该没看到，他不是秒剧哦，那我就正好在打 PK， 不可能的。这千千红，众筹呀，从哪来的1.2倍加速卡？怎么回事啊？又有1.2倍加速卡、啊？今天为什么？我走了，再见，打不过，打不过，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人本来就比你少。谢哇塞停，谢哇塞停送的背心。主播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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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哇塞停送的可乐。哎，冲一冲啊！这样很亏。1.2倍加速卡，冲冲冲冲！谢谢 Libra， 谢谢世成啊！你的手好胖啊！打人很痛。你最好注意点说话。煎饼送的幸运彩蛋。今天他的脸瘦，但他手好胖。谢谢千人猴送的定情钻戒。哇！谢谢小世界送的皇冠带我躺赢。谢谢小世界送的皇冠。曾经我没要结婚，你干嘛？你在我直播间曾经有什么用？又没有人要在直播间追你。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刷这个礼物是会得到加成卡吗？谢谢千千红，谢谢千千红送的。来众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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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下他。谢谢送的是我的猫，谢谢千千红，谢谢小世界。不玩嘞。心底温柔是你。不玩嘞，1.2倍，1.2倍，大家快冲一冲！1000多200，5000多1000，就你这里大概只有4000多票。那又如何？我怼不回去，我瞬间不知道怼不对，对对对对，他啥？就他脸庞子大吧？什么都没干。只能说他脸庞子大。浩，你脸庞子好大。你的手很粗，很胖。很短，你脸庞子很大。谢谢姚金，我脸庞大，我可以打瘦脸针。你的手粗，你怎么办？不是你不是瘦脸就这里的问题，你是这一块就很宽，这一块你没办法救的。是我的头发。不是我看出来了，你的脸型是这样的，看看看看看，你这张脸哦，你这张脸要是上镜的话，镜头是平面的、哦，它会把脸这样子，就是你是这样的。然后压上去，压上去，你的脸是这么宽的，所以压上去，压上去就是变成这样了。后期瘦是个大饼，认真的。所以说入镜胖三分，你知道吗？就是你把你立体你的脸压成一张饼，大概就是你大概如果是这样椭圆形往前椭的压过去，就是变成一张大饼，知道吗？所以你相机里会脸会很大很大。没事，我不是明星，我不会我把我的脸暴露在相机里。你为啥就是有延迟啊？你说话跟你嘴型有延迟。谢谢小世界送亲吻。你为啥有延迟啊？因为我会安阳钱买12啊。我没有钱买12。不是不是，是你手机太烫了，你摸一下手机是不是太烫。哎，好冰啊！我都快把我手结冰了。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会有延迟啊？冲一冲，还有30秒钟，还是30秒钟？没有30秒了。
个三分表再冲一冲。你不会又拿个三分表当我吧？我们看着我延迟什么意思？就是我的网速不太行，屁嘞！就是你的网速。我们没有延迟，那是我的问题啊！谢安鸟，谢安鸟送的浪漫马车。哎，谢谢安鸟送的浪漫马车，谢安鸟，掌声！来说点漂亮话给我们安鸟听一听。啊！我是预言家吗？嗯？我是你的招财猫吗？你也跟你没什么关系。哦，安鸟终于加入粉丝团了，终于加入粉丝团了。明天又用三万票打我。咋的？你用 1.2 倍加速卡来打我，你说吧，怎么罚吧？怎么罚？罚点狠的。那你看我点赞多少了？有没有6000？罚点狠的，罚什么？多少？6900，还是9000？你罚吧。我不知道罚他什么了，我。那就拜拜。那不行，那不白打了。得好发一下。嗯，你大脸，你这样直播，到点这样直播，对，再靠近，再靠近，就整张脸冲刺到屏幕直播。那我得把磨皮开大一点。好，那你开大一点。那我直接带着那个特效不就得了？不，再靠近，再靠近。天哪！他妮妮会不会带人打死我？好，拜拜，你就这样。谢牛牛呀，不要连赞，大家快给牛牛视频连赞。曾姐今天上了一个小热门，怎么不直播呀？哎呀，我脚可臭，妮妮。你先说，嗯。你要说不臭不臭。因为你终于意识到了呀。真不是我脚臭，是那个的味道，是那个拖鞋，因为我拖鞋一直穿着洗澡，然后洗澡之后它的水它就不会干，然后就干巴了，它就会发出一点点味道，然后把我的脚也跟着带臭了。我这是内双，我不是双眼皮。妮妮喜欢单眼皮对吧？妮妮，嗯，是不是喜欢单眼皮？
Hello。我好不容易 PK 到个女的，她给我挂了。是不是抖音现在不允许异性 PK 啊？我真的胖，我是要把脸凑得很近，这是我的惩罚。嗨，嗨，你好。你好，帅哥，我是来传特效的，能看得出来不？我能看得出来。嗯，要玩不？可以啊。行，那过程你来说吧，结果就是这个东西。那你要是输了怎么办？我输了你再罚。你输了你就跟我一样。把脸凑得很近，把脸凑得很近。嗯，嗯，好的。凑很近干嘛？这样子吗？对，然后去 PK， 谢 NT 送的亲吻，谢木木的树。上帝啊 ！Oh my god！ 对，又只送了小苹果。好的，接了。过程呢？过程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好的。那我们先闭麦吧。好的，好的，好的。欢迎。明天还上课，那你就先睡吧。整整头发吧。把头发软化一下，不然太炸了。我是想软化，不，我想软化这里的，它就会贴进去。现在飞起来了，我想软化一下这里。先睡了，晚安，晚安。在长沙哪里能偶遇我们五一广场？妮妮在哪？妮妮在打撸啊撸。我该剪剪头发了。我想留回就是当初妮妮看得上我的那张照片。妮妮，你当初看得上我的那张照片，你还记得吗？什么？你当初看得上我的那张照片。怎么了？你还记得是哪张吗？嗯。就在床上趴着那个。嗯。我想把头发留成那个样子，这样妮妮就会喜欢上我。要把脸靠这么近，怎么还掉了这么多人啊？快把它给弄远一点。绵绵绵绵缠缠，过去分你一半，一生不混蛋。长路漫漫，磕磕磕磕绊绊，过去分你。主要是胖嘛。我每天啥时候直播？我每天凌晨零点。谢斜杠，谢没有小怪兽送的66个小星星，谢右起送亲吻，谢右起送两个亲吻，你一票我一票，浩浩明天就出道，谢春哥送的小星星。绵绵绵绵缠缠，过去分你一半，爱像不分担，长路漫漫，磕磕磕磕绊绊。晚安晚安。爱像不分担，跟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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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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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你等着自己勇敢，我就是你吧。我唱歌又不好听，拍唱歌视频。
别人弯弯。还三十秒，大家守一守。哎呀，好像把美颜开的太大了，把五官都磨没了。哇，谢谢小师姐送的保时捷，谢谢煎饼送的99个小星星。哎呀，我去，太难了！感谢我强哥，谢谢我树莲哥，感谢梦烟，谢谢，欢迎以往哥。好的，帅哥，我要离屏幕很近很近，然后去传是吗？对，这样是吗？嗯。好的，那我们走了，拜拜。拜。99个小心没有特效，只有66个和520个和1314个。叭叭叭叭什么？你怎么一直在说叭叭叭叭呀？就是那个哦，就是那个哦。好，晚安。我说你拿什么？拿笔。我在画画。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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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应该在玩游戏。王者啥段？我现在还是星耀43。我10-2了，我现在完成500 PK， 可以奖励5个星星。个人卡皮肤勋章，3000流量曝光度。第三要500个星星，今年有700个星星，我现在只有337个星星。我打算告诉我爸，他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因为我爸爸还不知道我是那个。我今天皮肤会买。孙悟空哦不会买百里玄策和百里守约的吧。我爸爸玩抖音吗？我爸爸不玩抖音，我爸爸刷别的视频。Yes, mom. 谢鹅送的亲吻，你赢了。你不快了。星空鱼不买吗？我有星空鱼。老公，嗯，我想去那个按摩吗？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你是那个？我想那个。你想哪个？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哦，谢谢煎饼儿。
君不见，却起舞翩翩。修粉底液，我用的是迪奥的粉底液。Dior， 用的是 Dior 的粉底液。欣欣姐现在怎么了？怎么一直不直播呀？那个吧。可以点歌吗？是捏捏的，是捏捏的手机，捏捏电脑的。Hello。你好。怎么玩？怎么玩？你说吧。抢到的那个上散票。你票多，你说。他们家人好多哎。我们输了十个深蹲吧。你看他们家多少人啊？可以吗？他们家800多人。输票少了干啥？我说输了十个深蹲怎么样？行。行，哈、哦，我都睡不着，所以来看你直播。很牛。那过程你说吧。过程就。过程就招财猫吧。好，那我们先闭麦吧。嗯，闭吧。呀，大家不要说，不要注意发言呀。君不见，却起舞翩翩。哇，谢谢这个男孩，这个婴儿男孩送的热气球，谢谢村哥，谢谢一只龟，谢谢奥雷，谢谢没有小怪送的浪漫花，谢谢没有小怪，是女的，那你应该换个婴儿的女头像。哎呦，谢一只龟送的爱的守护，谢咩咩送的亲吻，那众筹众筹呀，我今天还是没有老板，那众筹众筹，谢煎饼送的钞票枪，粗不清啊。谢谢这个女婴送的浪漫花火，谢谢女婴送的浪漫花，我怎么一直超播这个人呀？赢啦！可牛！谢谢女婴送的两个浪漫花火，浪漫花火。哇，谢谢小怪送的1314个小星星啊。对面可萌，对面可萌。可萌吗？谢谢小怪送的131个小。委屈爸爸。你咋又委屈呢？谢谢老幼稚园送的锦鲤。老公，我还有一个月就生日了。喂。9级了，恭喜不比生的9级。谢谢大家送小礼物。白水的手。谢谢女婴送的比心。呀，对面这妞好厉害。谢谢村哥送的321个玫瑰。村哥的玫瑰。谢谢村哥的玫瑰。那你帮我拉拉票吧。大家拉拉票吧。大家救救我吧。我谢谢4点。这边有吗？我们去按摩吧。去按摩吗？我们去按最便宜的摩。现在没有小怪兽的奥特曼。我们去汗针怎么样？浪漫花火。哦，不行，那个店员认识我们。那众筹众筹啊！我直播间有900多人，每人送我一票，我都有9000票。做梦！
现在没有小怪兽的奥特曼送仙女棒，现在送两个仙女棒。众筹众筹，还有50秒。老公，你爱不爱我？爱你。你爱我，你怎么不亲亲我？哦。谢谢送了三个仙女棒。老公，我可以今天去按摩吗？你可以呀、啊。谢小金同学。完了，我要输呢，我要开始做深蹲了，我要做深蹲了。谢谢呆桃送的浪漫花火。你问问他们喜不喜欢按摩。他又撒完票打我。Hello。这老大送了一个啥？这个礼物好久没见过了，糖果飞船。那我来做深蹲了。你做吧，十个蹲起。好。十个深蹲。谢老大飞船。一。对方三十多个人全是吧，还有什么他们家大哥独宠他。好啦，拜拜拜拜大哥妈妈大大妈，谢谢大家，谢谢。这样吧，我明天不是要去宜家吗？对，按完摩之后就睡得好一点。可是按完摩之后，我们应该睡在按摩那里啊。这样吧，我今天请你按摩怎么样？可是我们今天，哦，你是要去汗蒸那个吗？嗯，还是那个睡不了呀，你只能睡在外面。那去四喜。去四喜，我们得按两个多小时。在哪里呀？谢螃蟹腿儿。啊，小可怜这几天 PK 的。啊哦。谢螃蟹腿送的晚安。我现在每天都只吃一顿儿，因为生活已经让我无法每天吃两顿儿。因为你前两个字唱跑调了。什么？你前两个字唱跑调了。没唱啊。你唱跑调了。那没唱的。你唱了。帮妈高撇儿。一起说话，我就一顿吃一顿，然后吃到饱，然后就不吃了，然后等第二天再起来吃。我们早上几点钟起床？我们早上下午起床，一觉睡到下午。对，但是我们之前是下午吃一顿，然后晚上再吃一顿，有的时候早上去吃一顿。大家爱的恰恰舞。Running 我是美国华盛顿大学。曾姐怎么还不直播呀？人家谈恋爱呢。好吧。晚安啦，晚安。妮妮，我播了一个小时，你看我赚了这么多，快看！
现在是个凉。老公，我饿了。过气难忘乎。不能经常这么说，这么说就会真的变成这样。我们要说会火的。我会火，我今天晚上一定会来个大哥，会来三个，对不对？谁在用洗衣机玩游戏？好臭啊！我的脚，我受不了了。我会今天晚上有三个大哥。我是油皮吗？我是敏感，就是那种皮炎皮。因为我脸上有皮炎，所以我是。我是皮炎皮。有敏感皮，敏有敏感皮，有油皮，有干皮，我是皮炎皮。这份爱会不会让你好疲惫？会不会？我天、啊！我刚刚就是按那个直播广场，就看一个人拿个袜子在那晃，就那种穿的就白袜子，臭臭的那种。他肯定是拿着我的臭袜子。PDD 给你买拖鞋吧，拼多多。今天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这份爱，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说其实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你比自己暖暖的。我是42码的脚，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更好。那天那个陆老板过来发点点点给我，陆老板年年又想按摩了。你是对，我们是情歌对唱。请叫我聂督察。他在按摩妮妮。这份爱几乎的甜蜜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谢谢煎饼。老公，你什么时候下播啊？因为99。我什么时候下播？你在弄什么？我在画画。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你比自己暖暖的重要。我唱错了，对不起。你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我还差162个小星星，我就可以登到10里1。我再 PK 一把的话，我还是有多少个星星？爱你是孤单的心事。他要去 KTV 唱歌了。他怎么这么潇洒？你好潇洒呀！我们也想进入你公司做你的艺人。潇洒小子。要送你躺赢才可以加星星。Hello。Hello。Hello。我感觉，我就说怎么少了点啥。一个，欢迎西汉，欢迎王萌萌。
这卡卡类放在你花筒。哎呦呵，你讲怎么玩？我们输了十个深蹲吧。我做不了体罚。那我们输了，你就带个特效吧。好，可以。那你说过程怎么玩吧？我说不定都破不了百。哎，农农，你讲吧。过程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我不会耶。那就招财吧。我可以手动闭。好，这电光耗子送的爱的发射，那我们先闭麦吧。好，可以。这电光耗子送的爱的发射，我俺来了。哎呀，等来了一个电光耗子。大家好，我是电光捏子。我听说你们的情歌对象什么时候去 KTV， 我在磨呢，没在唱歌。陆老板叫我们去唱 KTV。不去不去。明天不去，明天不去。谢谢芊芊送的晚安。捏捏，我等来了一个卡特了，捏捏。我的坚持还是有道理的。啊，怎么了？哎呀，啊，你是浩浩，我把你们的视频统统刷到尾了。那你现在才认出来我是浩浩？对，你怎么感觉黑黑的？这光都没开，欢迎草莓大福。可能我直播跟本人跟视频不太像吧。不是。你们两个真的太可爱了，真的。我那天晚上睡不着，我把你们俩的视频从头刷到尾了。倒没事了，就是有点高兴。欢迎王嬷嬷。这观众送六十六个小心心，大家打粉丝，打粉丝，打粉丝，打粉丝。妮妮卡特叫你呢。欢迎黑糖。哦，对，我忘了，我要二只眼睛。想要把你变成我的 only one， 那些追求达到两千。我们家拉低人家的 GDP 怎么办呢？你们有票的上上票吧。有票的上上票吧。我不想拉低你的 GDP。没有，我这几天都很惨淡的。这电光耗子送的。哎呀，我可喜欢他们两个了，真的，我跟你讲，他们两个超可爱，拍那视频。但是电光耗子送的打扣。你们快去看一下他们两个视频，真的超可爱。谢谢呆桃送的墨镜，可羡慕了。谢电子电光耗子小花花，谢谢 real 一茶的那个甜甜圈，谢谢你的甜甜圈，哦不对，就是一茶哦，谢谢。我今天连到了他，笑死我了，我都不想做那个过程的惩罚，算了。欢迎万代子鱼，你的想法闹得 just for one night。欢迎外鱼儿。我不会凶神恶煞快做我的小宝贝。谢谢你的随手给你的真心提醒。欢迎心停了的眼泪。你那里人多不？不多。有多少个人呢？应该人很多吧，八百个。谢谢扑皮送的这么多，谢扑皮送的亲吻。哇，我要下播，我要去给你们两个刷礼物。欢迎铁哦，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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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谢谢呆桃送的爱的守护，谢谢贺西的小花花，感谢贺西。谢谢呆桃送的爱的守护，谢谢小兔柔柔啊，他们家的小票票好多啊，欢迎一只胖仔，怎么办嘛？哇，谢谢卡特，谢谢卡特，谢谢卡特送的豪华火箭，谢谢卡特。哎我去，谢谢卡特，欢迎凉西。哦，我带哪个特效啊？欢迎太阳。你带一个那个猪的特效吧。
我戴那个可丑了。这赫兹，这卡特，这卡特。等一下哦。哒哒哒哒哒哒，可黑，这么黑子啊！小姐姐好看，我不好看。哎，我那个也没了，拜拜。你五折，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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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号子一般不怎么来看我直播，他一般都睡觉了吧？应该。今天你打的不开心吗？还好了。那你亲我一下。你干嘛去？你在打撸啊撸？谢谢悠悠，咱开学了，居然不叫你开黑。今天是祖安的，睡不着，然后又回来了。曾姐妹开播，那我谢谢香蕉。煎饼，那我最后打一把陈志深，我就下播了。谢煎饼儿，你又来干嘛？我要下播了，我就最后来跟你 PK 一把。好，这样彩券是吧？哦，等一下，彩券等一下再听哈，先把这首歌听一听。我来报仇了。啊、哦，报仇没事，你报呀，你可以，你可以报，没关系。谢谢可儿，谢谢可儿送的炸酱面。哇，谢谢电光号子送的带你躺赢。来，我们最后一个嘉年华就打到浩身上嘛，然后再罚他再播一个小时，好吧？谢谢小唐。噔噔噔噔，礼炮，不用，他们家用不上礼炮。谢陆老板送的打扣，留着留着，礼炮打留着。我现在实力很强的，我知道，我很强的，我现在能打个五万秒钟。你看我又在怕吗？谢贺西送不要礼物，还没留。用这样滑稽的姿势。你妈，你猫是布偶猫吗？不是。是吗？拿破仑。拿破仑。嗯。好吧。完了。苹果充值好吗？苹果充值要去百度上面充啊，百度搜索抖音就可以充。我现在肝要爆了，熬夜真的好伤肝啊！欢迎风的颜色，谢谢贺西送图案礼物。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苹果用户都不要直接充钱，会很亏的。我要模仿你的语气和讲话的样子，在空的房子对照镜子重复台词。我认真练习。谢茉莉叶送的小星星。去睡觉，我、哦、不睡，再播一会儿，再播到40，再播45分钟，然后我说，真的有吗？这发型好看，我的发型，我没有发型。
我自己。谢谢奥特曼，谢谢呆桃。可以丢嘉年华吗？可以啊，你丢啊，你丢一个试试看。我估计对面已经准备好用礼炮守塔，那还是没有。好吧，茉莉叶，我家有个嘉年华，你家打不打？你家守不守？ 别扔在我身上，你扔到别人身上。不是你家守不守，你家守我就不上了，就输给你算了，我去打别人。嘉年华一个嘉年华可以打三个主播，打你身上有点浪费。你打我身上，你试试看。你这手熟不熟？你家那个，我看我不熟，你打我身上啊！电光耗子，电光耗子，谢谢新支柱，谢谢小兔，你打我身上，你试试看。唉，好烦哦！你打呀！他不说实话，气死了，烦死了。绿的菜，是小兔柔柔。来换礼炮，怎么换礼炮打他？来三十秒钟，走一步。没有，开玩笑，开玩笑，给他发。给他发。BGM 吗？对，我家的 B。还有五秒钟，来三秒钟。谢谢艾琳娜送的等你，谢谢艾琳娜，谢谢阿娘送的浪漫马车，谢谢阿娘。哦，谢谢阿娘送的浪漫马车，谢谢艾琳娜送的一直等你，谢谢风的颜色送的 disco， 谢谢风的颜色，谢谢大家守的塔，谢谢大家送的空气。谢谢风的颜色，谢谢艾琳娜，谢谢安娘。我的妈，至于吗？就打号，真的，我给他罚一罚算了。那你再播一小时吧。我是不是你的招财猫啊？我看你，我没给你打的时候你一千英了，我给你打的时候你就三万多，然后过了半个小时你还是三万多，我再给你打你就是七八万了。对不起。对，你再播一小时，全部砸我身上了，行不行？真的，我的票我很烦，我这支票我可以打好几个小主播，我可以一整晚都很开心，烦死了！你就说嘛，你家要守我就不打，都骗出来了，都不是，我可以打，我可以开心一整晚的钱，接下来我要伤心了。再播一小时，不可能，我要陪年年去按摩了。哦，我的妈！我也想按摩，谢谢风的颜色，谢谢安迪娜娜，拜拜。要罚的，谢谢安鸟。我想想罚了什么？我三万多，近四万票加刚才的九万票，我可不可以罚个大的？不可以。可以，那好，那就罚。来，你们对面的粉丝过来。跟我说一下想看什么惩罚，好吧？来，你们家粉丝过来看一下，想哦，要陪捏捏去按摩，什么按脚什么，那你就现场给捏捏按个脚，好吧？好吧，行不行？现场给你按个脚可以吗？捏。对，就是技师跟那个就是。不行，捏捏现在打游戏。不行是吧？你把手机拿过去，把脚露出来。他打游戏，他打游戏，你按脚，快点换一个，快点，时间换一个。那你们说三个真心话，我怕你们问的太过分，是真心话可以吗？你就一个真心话吧，快点结束，然后有人下播了。让他跳个螃蟹舞吧，他应该不会，就问真心话吧，三个，一个，我已经这么多万多票，我三个，我下播了。你留着来，快点！你们想问什么？赶紧问我对他们不是。明天罚。你可以明天换一个惩罚。可以，那我明天罚你吧，好不好？
好不好？那我明天罚你，你欠我个真心话三个问题，好吧？拜拜。谢谢电话号送的礼盒礼物，朋友们，我下播了。今天输了一天了，我下播了。谢谢妮妮好宝，拜拜，拜拜拜拜。你冲得上就好，你冲得上你不可能有四万票。谢谢陆老板送的打扣，谢谢陆老板送的打扣，拜拜。大家多给我和妮妮视频点点赞。好了，安，晚安。